真好哩哦。懂得了，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其实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变老，那是安尼，人生要做什么款的安排嘞？我今天列出家欧莲子阿妈，今年已经84岁啊。伊每一天拢生活甲足无闲，过甲真充实。咱即马就赶紧来看伊的故事。据我的经历来说，大概2岁多，妈妈就带着我到这个眷村里面去帮佣。烧婆罗尼米多做几烧做诶，这地这。妈妈的婚姻也不是很圆满，爸爸这边可能经商失败之后就离开家庭，之后他也另组一个家庭。我不是急了呢。还过几年，我从来没有幸福过了啊！像你们这么好了，是人都行啊。啊，才要自己弄一弄哈，啊，差不多来这里差不多五点，然后来这里拜拜啊，拜好再去做环保啊。伊是阿婆，真有爱戴比心，偷偷的。我本来都拢想要念佛啊，七岁十岁开始念佛了。以前那跟人家啊，到处去拜拜，不晓得拜什么。真的知道，三米三，好大多数炮，心底很好啊。所以这次车祸没什么损伤啊，这次菩萨保佑啊，以及你摩诃菩提萨多萨菩萨。阿嬷每一天都是头一个去佛堂，伊讲念佛让伊感觉平静，心肝内烦恼拢无去。对生死也看得真开。你什么时候要生病啊？不知道啊，对吧？还是靠菩萨保佑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没了没了呢，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。你不怕啊？不怕。大概这个年纪还怕什么啊？这是中校环保站，伊就伫个巷仔内底。详细看，发现有真侪志工，拢是70、80岁老菩萨。参村林徐对阿妈已经95岁啊，还有欧莲子阿妈、甲徐玉祥阿妈，伊嘛拢80几岁啊。若是拄着休困的时阵，志工的人较少，因三个人就少少来做环保，互相照顾。阿妈，你。你今日做上侪，明仔载无通做。无啊，来就做阿婆就回家。你有时阵会来阿婆哦。无啦，大部分拢有啦。啊，像这伊明台无人来嘛，啊，阮来就做啊。我跟他一样，一个礼拜7天。哎，那我就是啦。那个老婆在90几岁，他们哇很好，伊就讲你礼拜天会来哦，因为老婆在惊讲伊走路不方便，万一若跋倒无人呢？啊，刚好伊吼也是拢无代志，来遮老人哦，规定拢是吉祥好个啦，
员工吼，讲应该那老人医院。啊，你好，我过去吧。去阮家拢无做啦，来遮在去做遮。哎，遐个毛一块啦。啊你这块退起来。啊，我明仔到要红请。你明仔在哪？明仔到啦。我来遮三千钱，遮做好再去。对。我逐工嘛来，我遮滚滚的逐工来，真无事啦。啊，大家拢嘛普通通事啦，也唔怕无事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哦。做了惯习啊，好像啊，明天早上起来要做什么，一定是先到这里来。对，我早上去啊，哎，去运动嘛，讲阿弟阿妹去啊，我阿妹啊。阿姐呢？在不啊？在。这些志工拿做环保拿开讲，感情真好。之前有几啊位老菩萨往生，予大家真伤心，嘛常常会想起因。啊，若讲什么人往生去啊？吼，啊，咱嘛家己讲，啊，咱嘛差不多啊，对不？你个老话拢会安尼讲啦。在这里做久了哈，都会练了。他们告别式啊，去祝念我弄皮呢。去啊，流眼泪啊。你唔免食，唔该食。阿妈，今仔日是你煮哦？无啦，我无煮啦。啊，无煮啊，即马你头前迄是啥物？我要食，我要食的啊。欢喜阿嬷徐玉香，伊都住伫个环保站隔壁。虽然休困的时阵，环保站的人较少，啊，毋过看大家这么辛苦，有当时啊，伊老闲会煮中昼顿，和老婆婿食饱才回厝的。啊，有来的人都爱食。食饭无用先。今仔日我煮好好食，你食。你去食饭嘛，紧去食啦。阿妈面好食无？好食，你煮的很好食。你等下去食都无好食。那这是哪个地啊？以前还食完哦。找到路，我就不怕路妖言。不喜欢看煮菜的事，这个要报名。以前我爸爸不给女孩子去上学，后来我爸爸一个同事，他来了，就问讲女儿，你女儿去上学没有？阮爸爸讲无去上学，查某囡仔免读书。后来那个朋友来了，说他给我报好了，是八岁半，快九岁了，再去上学。大爱台啊！所以我今嘛在想，我嘛跟我妹妹讲，以前啊，爸爸呐和我去读书啊，他不会那么快的死啊，他生病啊。那个时候没生病了，我不知道。那可以去，就是毕业可以转好多钱啊，对吧？学校比较好啊。太可惜了嘛，我家己在想啊，我现在想起来我蛮很痛的。
我早上看他的衣服挂在客厅里，我才看到他回来。阿嬷有一个后生跟一个查某囝，后生因为做警察，平常时咧执勤的时阵非常的无闲，拢爱待伫个宿舍，所以那些后生休困回来，我囝两个人会当出去行行的开讲，会当讲是非常难得的代志。据我的经历来说，大概两岁多，妈妈就带着我到这个眷村里面去帮佣，然后就住在他们家里。那我个人的成长大概到二十岁都在那个家庭成长。妈妈的婚姻也不是很圆满。我长大之后了解状况，就是说爸爸这边他可能是经商失败之后就离开家庭，那离开家庭就北上，那北上之后他也另组一个家庭。那我想妈妈也对我们小孩子也是不离不弃的，哦，也是坚持，对婚姻也是始终如一。我想讲起来是应该最也算一个传统的一个妇女的美德了。快死了，在医院快死了，他叫人家叫我去，通知我的，生病很重嘛，啊，快要去了，他通知我要去呀，他问我有没有原谅他，我从来都没有恨他，为什么要怨呢？认命，怎么我要快走了啊？跟他计较干什么？对吧？你快走了，快走去哪？天狗。忘掉了，不愉快事情会忘掉。啊，算了，不要讲了，觉得心里很难过。因为要替早嫁带囡仔，阿妈结束替人摒扫的工课，对家己搬来台北。目前呢，都过三十几年啊，想袂到实在着住者，开始做志工，阿妈才找到伊人生刷落来的方向。好啦，啊，你回第几茬？对啊，茶拿拖鞋来给我。没有啦，那个。随便带一带而已。有一次啊，好重哎，那个汤啊，因为外面有一个锅子啊，看锅子大，哎，他就有那个中央山这样一路这样叠。我说你不打电话给我，我去载就好了啊。你连到东西到，东西对吧？刚刚那哪不是连到了，东西也到了。每一天下晡，阿嬷都会来苏林浴室见到倒三工整理塑胶袋啊。较早两个人嘛，斗阵伫学校做豆腐妈妈有真久的时间，所以因的感情都产生不阿囝同款。哎，大家好，今仔嘛斗阵讲，来到公司，你要食饭，肯去食要食药啊。爱水水的，那个晚上他们去买芭乐摊子哪来的？谁去收的？他们好几个人去，那你有去收吗？没有去，我怕摔跤。有这个在开始做了，以前没有了。那以前没有的时候，你下午都怎么过嘞？
我也不知道什么歌，忘记了。也是啊，那个打呼妈妈也是啊，定哪一天聚在一起喝茶喝咖啡。对啊，今天的杯子比较不齐全。来，我来看一看。我来泡半杯呢，我是讲半杯啊。啊，干杯啊！感觉敢那想，感觉敢那想薄啊，甲搁甲伊倒一点啊落去。你蛮爱啉的，好啊，等下。一半下你啉嘛，快了，我等下。你啉无，人去食你的脆爪。我等下。食我脆爪有变嘞，身体健康，肾不爱动。但倒是他不会，我觉得他也还有还蛮多朋友的，只是，会比较那种传统方面的那种固执。像那个我上次讲说他交通啊，跟他讲说年纪大了不要坐，可是他认为说我还可以动啊，我为什么不能坐？这样子，那就是说一直固执着说他还可以坐，他要坐这样子，一直到他车祸了没办法，他说大家。也是，就是一直劝他说：“你还是不要做好，为了你自己的安全、学生的安全，还是不要做好。”他才放弃的。哎，这里下雨了呢。要来指挥交通吗？对。我们那次是在做环保嘛，啊，学校的老师在这里去问了，他问说你们要不要来学校当导，当导护了？说好几个人说好，就三个。我是车祸，他已经年纪大了，学校不给你做，当了19年。82岁。来，快点！我没有事啊。对了，早上7点就来了，啊，7点半就回家。啊，就这一块可以做环保。两个都可以做。结果你在这边有遇到一些比较危险的状况吗？有。是什么样的情形？这个换下去啊，他有冲妻子冲。啊，刚刚那个呢？这个这个人，他就用这个要挡他。我的两个小孩子成长过程，他也参与学校的一个志工服务。包括交通导护，也包括参与学校的社区资源的回收。我养到都把这个当作他每天的一个重要工作。重温旧梦，然后学校资讯，我都嘛改一个，改考考去真好，真好，这么好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啊他都会说不好意思，说有时候不好意思。要钱又不是很会的、哦、所以你们现在都还是好朋友哦。好啊，我们还是好朋友啊。去了哪儿啊？我们上学期都开始嘛，一起去喝下午茶的。我跟他讲了啊。难叫他要老，老都要人老，要紧呐。本来老就是老啊。你是人人敬爱的老菩萨。要、嗯，谢谢了，拜拜。老怕有那个黑的皮，黑的皮都不爽皮。有东西做就做，别着急。这地哈，哎，那条脚那个对了啦。
不要你挖皮，你干。你干，你干，你干。你切一块，切切，你去往凉凉，切到爱抓的，啊，你加点。来，再整一个给你。这加点。这加点。好啊，你加点啊。中校环保站平常时都真闹热，因为每一天都有很多人来这做环保，特别是年纪大的职工。参照欧连智阿嬷就说，也真怕环保站收起来，因为这样他没事情做，会越来越退化。都收的，没啦，敢会都收，没啦。那些收起来再想办法啦，看都会做。至少因为二十多年来风雨无阻，在做的过程当中，那也认识一些社区的一些师兄师姐，也平常对他也是蛮照顾的，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，我感觉到他的身体跟精神状况都非常不错，啊，我想这方面我算蛮支持的。阿嬷在那嘛在讲，在家里多转一个船哈，他不赶快走。阿嬷在嘛在讲啊，那你什么时候去不知道啊？你去做运动呀？他几年了？本来是健康体操，后来那个第二个不晓得是什么体操。我是那天傍晚差不多六点多在这里，有一个大学生撞倒了，后来送去亚东医院，我都不知道。所以现在走路你又觉得不方便？有点慢，比较慢。这里马路过去就到了。那边不堵车，来这里不用上车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别怕。为什么运动？要让自己身体好啊！太健康了，会做事、会做运动，那个比较好了。阿嬷讲，就算讲即摆叫年岁啊，伊嘛赶快要把握时间出来做志工，因为做回收，和伊的生活过甲真充实，而且伫个环保站内底菩萨，都产出伊的亲人赶快，和伊真侪温暖哦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